一定五花大绑送去灵山。你又要跑哪里去？ 楚灵瑶大人，你现在得帮我。这里到处都是我的通缉令，我这张脸还怎么进得了城？进不了城又怎么帮你寻得白善？寻不着白善，你也回不了家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易行镯，你戴上。 没人认得出你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丝绸商人，前来进货的。走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回大人，小人是屠夫，卖猪肉的。身材不错呀。 那是自然，我一个人啊，能扛三头猪、五只驴、十只鸡，都是真材实料。风寒，走。等一下，兄弟，帮个忙。尊老爱幼，助人为乐。 应该的，我走了。哎。 我就不信了。 姑娘，没事吧？不对，她是北陆国的公主，来人，抓住她！